主料：豆腐300克，麻辣火锅底料30克，辅料：盐3克，葱、姜、蒜、生抽2汤匙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原料：碗里放入蒜末，火锅底料2汤匙生抽，盐1克，姜末2汤匙水，放入微波炉高火叮一分钟。豆腐切成2厘米的方块，摆入盘中，加热好的碗汁儿，把碗汁儿均匀浇在豆腐上，撒葱末，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3分钟。麻辣鲜香的快手菜烹饪技巧一：各家微波炉的功率大小不同，请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时间、火力。二：因为豆腐短时间内很难入味，所以豆腐块不要切得太大。三：因为火锅底料已经有盐了，所以不要加太多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